的爱有种魔力，会让人胡思乱想着迷。遇见的那天，我们的感觉安静又透明。我知道爱是种魔力，不经意就会被点击。到后来才发现，是你的出现让世界美好而又甜。我们完美形象，快，周秘书，快帮我处理一下。啊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我自己来。对不起啊，布总，裙子我不小心弄脏了，我洗干净再还给你。高定礼服不能洗。高定。基础款，十几万而已。毕竟走在我身边的人，不能显得太逊色。十几万？啊！一见哥哥，你在这儿呢。嗯。一见哥哥，你怎么对人家又这么冷漠呀？人家都好几个月没见到你了，怪想你的。你回国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的秘书钟情。你好。嗨，王总。哎，一见哥哥。哼。我不顺路，自己打车回去吧，公司给报销。你矜持一点，我可是你老板。不走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这个裙子你该不会想让我赔吧？当然。你又没有说是这么贵的裙子，谁要穿高定了？你又不早说。不用。真的？真的。就当我给秘书的见面礼吧。算你有良心。汪总，你这么正经。去前面等我。好的。原来是周秘书啊。我还以为一见哥哥会把你送回家呢。他是老板，他怎么会送我呢？是啊，知道他是老板就好。我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想象。我看你是想多了吧。往小布总身上扑的女人多的是，他们才是你的假想敌。以前在国外的时候确实是，但他从来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而且我从来没在公开场合看到他带着女伴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是他的秘书，不是他的女伴。这种场合根本就不需要秘书。我警告你，离一见哥哥远一点，他是我的。你的？你们是交往过还是正在交往？那你们有过肢体接触亲密的？所以什么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家？回国了就别胡闹了。我有事情给你打电话，发现你手机关机了。啊，我用我聪明的大脑想了一想，一定是没电了，所以我就回来找你了。多谢布总，真的很需要。走吧，上去吧。我是因为你等太久打不到车要走回家，今天没有睡够而影响明天的工作状态。是不是觉得
人类所有的优秀品质都长在了我身上。嗯，那你真是太体贴了。钟秘书，哎，你黑眼圈有点重啊。HR， 你管的有点太多了。你太不识好人心了吧！我为了你，哎，我昨晚连夜翻看了公司最近的人事上下调动，我还仔仔细细看了你的工作日志，我发现你确实没有被升职。我知道了。你不发疯了呀？那就好，我来呢主要是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做部总的秘书呢你要做足充分的心理准备。我没有觉得如临大敌啊。那是你还没干多久，我跟你讲，部总的秘书呢这些年来没有超过一个月的。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力都不行。对，妹妹自信点赞。等你见识到部总的性格之后。你们聊什么呢？阮总工作是不是太清闲了？如果这么清闲的话，那么工资少发一点，或者不是不走，我这要去开会了。拜拜。钟秘书，戏剧幻城这个项目的方案进展已经把策划书放在您的桌上了。挖角大卫博士的事呢？已经帮您约好了面谈时间。我家浴室改造的事情已经选了几个厂家，做了优缺点的罗列，发到您的邮箱了。我最近胃口实在是不太好，特别影响工作状态。已经预约了您的家庭医生，随时都可以来。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了。那我就工作了。不走。麻烦你让一下，你挡着光了。嗯？挡着光了，让一下。我还要工作。是我的魅力退步了吗？不，绝对不可能。多么完美的一个男人啊。我这是下班时间，我还得陪上司吃饭。这是工作的延续，今天没有下班啊。你直接说加班不想给钱就行。我们即将收购的酒店听说厨师不怎么样，看到没有，这家店是最近新火起来的网红店，听说厨师得过很多大奖。嗯，想办法挖过来吧，我的 HR。 啊，我加油，挖呗。还有钟秘书，我怎么觉得他在我面前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，这就让我很不爽。所以你就是习惯了被跪舔呗。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。你不觉得她就是一个女版的你吗？聪明、强悍、不服输，还简单相处。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。所以我要怎么做才能在她脸上看到对我的崇拜？崇拜，这是个好问题。我要回答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啊。我觉得吧，充分想把你的秘密，把你完美的自己展现出来。走一个吧。魅力，是的，魅力。
喂，布总。周秘书，下午要用的资料准备一下，20分钟后我们出发。好的，布总。怎么才能够回到过去，回到曾经看烟花为我们而亮起，你是否还会怀念我们绚丽的记忆，我拿什么才能够换回你，也许这场梦做的是我太过用心，这是个秘密，谁也不能随便听。